据此 45.4% 的企业预计生产经营活动将好转， 36.6% 的企业预计生产经营活动将稳定，只有 18% 的企业认为第二季度的生产经营活动较第一季度更加困难。此外，随着转向清洁能源的大趋势，预计2024年第二季度依赖矿产开采的行业将继续下滑。2024年第一季度工业生产活动呈现许多积极亮点。在33个行业中，工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的行业有26个，其中12个行业增长超过 10%。此外，2024年一季度一些重点出口行业再度增长，如纺织品增长 14.6%，服装增长 3.7%， 皮革及相关产品增长 5.5%， 电子设备及计算机和光学产品生产增长 0.4%。 部分工业规模较大的地区工业生产指数较高，如北江省增长 23.9%， 清化省增长 20%， 广宁省增长 14%， 海防市增长 12.6%。 为支持2024年剩余季度工业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，政府需要采取措施刺激消费需求，支持商品消费和生产，稳定物价和企业原材料供应等。